茴香是多年生草本植物，花茎为空心，花型为5到15公分的伞形花序，每个花序上有20个以上的微小花朵。经过干燥及漂色处理，花型依旧呈现自然线条。因花材特性可能会出现黄色的色斑，大部分的花序会呈现含苞状，经过开花后能呈现不同的生长形态，适合制作大型作品使用。茴香花茎较硬，可以直接使用。如果花茎长度不够，需要使用24或26号铁丝螺旋缠绕。因含苞状的花型较多，需使用水或酒精将整朵花喷至为湿，将花序往下压。如果花不够湿软，可能会造成断裂。开花完成后，如果怕花序缩回去，可以在尾端上少许热熔胶固定。待酒精或水完全挥发后即可使用。